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我们来打《幻海迷城》第三篇第三章的成就哈。我们一次完成三个成就。我们宾利要先动哈，走到这一个，然后再动后用，走到宾利旁边。看见。好，冰妮先打上面的这只，然后会再行动一次哈，走这，好，这边的话我是让霍庸走两格，然后放法术，神指，看见。刚刚上一回的操作就是照着做就好了、啊，让冰妮飞刺之后，再让霍庸躲到冰妮后面，然后让冰妮增加那个攻击力。好，再来。这边霍庸先动，好暴击成功！天地之律，万象之变。好，给各位参考一下。不过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打法啦。好，希望这个影片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